他讲到，他说众生不可思议，那业力不可思议，有人入水而死，有的却要在水里才能生活，有的埋在土里未死，有的一直生长在土里。众生不可思议，切勿装凭自己的生理情形去推想一切。主要是在说，在地底下也有可能有生命。其实生命很多种形态，就好像没有氧气的地方也有可能会有生命。那天人天上它可能也不需要氧气，那地底下因为它的生存方式不太一样，那也不一定看得到。那主要是在想说地底下的地狱那么全是火的地方也有可能有众生正在受苦。八大地狱室它有这种八个名称，等活黑神众和嚎叫大嚎叫炎热极热跟无间。好，那这无间地狱是在八大地狱八热地狱里面，它是无间地狱特别，就是跟其他地狱虽然都是苦，但是无间地狱是苦中之苦，大概是这样。六道里面是地狱最苦，地狱里面是八大地狱，八寒八热都是叫大地狱，但是这个八热地狱的八大地狱最苦，八大地狱里面又是无间地狱最苦，就是基本上无间地狱有时候又叫阿鼻地狱，但是有时候有些经典无间地狱跟阿鼻地狱又不一样，但是一般我们讲阿鼻地狱无间地狱。那无间基本上有两种，一种就是做五种业会做无间地狱，一种是这个无间的意义是五无间，就是有五种事叫做无间。基本上我们这么来看，一般我们讲五无间，五无间是五无间业，要这么讲，意思是说有五种业能够堕入无间，有五种业造五种业会堕入无间地狱，杀父杀母杀阿罗汉，杀父杀母杀圣者阿罗汉，这是极大的业，出佛身血，恶心出佛身血，应该讲恶心出佛身血，出佛身血过后生。那基本上还有一种是这个五世无间，五世是这无间业五世业感，这不是造五种业故称无间，这地藏经的说法，就是说讲的是所谓的五无间，所谓的无间，所谓的无间指的是哪五件事呢？就是第一个如果依地藏经来讲这个是无间业，这个是五世无间，好，那个是五业无间这里是第一个日夜受罪，以致结束。无时间卷，就是没有停止的时候。比如说八大地狱里面有一个等活地狱，第一个是等活地狱。等活地狱，比如说皮肤烂掉了，风一吹，皮肤又好了，有暂停的时间，有暂停受苦的时间了。那这个无间业里面没有那种暂停受苦的时间，就一直在受苦，一直在受苦。所以无间地狱在地狱之中是地狱中的地狱，可以这么说了，它是地狱中的地狱。
所以一般来讲，无间地狱啊，就阿鼻地狱。第二个就是说，以智结束无时间觉啊。第三天是这么讲的啊，就是没有停止的时候，无时间觉。这个叫做死无间，没有间隔，没有停止的时候，这个叫死无间啊。有五事啊，第一个是死，第二个是日夜受罪啊，没有，这个就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一人一满，多人一满。如果我们以地藏经来讲，一人一满，多人一满。就是受苦的人啊，看见自己啊，这个各见自身遍满全意，一人一满，多人一满，应该这个是醒无间。身醒啊，就是就算一个人他也遍满整个无间地狱啊，那很多人也一样，业果的啊，就是醒无间。就是死无间，这五事无间，这个是五业无间，五无间焉，啊，这个是五无间事啊，就是有五种事。第三个是从缘自解，苦楚相缘，更无间断。这个是苦无间，这个是苦无间，所以他受种种的苦啊，这个苦受完又受那个苦，那个苦受完又受这个苦啊，中间没有间断的，苦无间。第四个，你等一下，等一下会形容到啊，里面等一下什么啊，这种苦那种苦啊，非常多的苦啊，但是有些都有停止的时候了，啊，无间地狱是没有的。第四个是。啊，地藏经是这么讲啊，不问男女罪行业果，那、啊、悉同受之、啊。不管男女老少，不管男女老少啊，枪无遗体啊，不管怎么样，不管男女，那么罪行业感悉同受之。一般的说法是，这个是果无间啊。一般的说法是，他没有中阴身啊。不管你是什么人，你是天人，也天人也有直接下地狱的，但很少啊。然后男女啊，天人、阿修罗啊，就种种，不管怎么啊，各式各类的啊。只要你造了无间业，那么你直接就下去做这个果报啊，也没有中阴身啊。那这个是果去无间，这。一般是这样啊，那地藏经只是写这样，这个是果无间。另外第五个啊，第五个是一念之一日一夜啊，万生万死，就生死生死，一下子生一下子死，生死啊，万生万死啊，这个是最惨的。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万生万死，求一念间暂住不得，
能够在一念之间啊，不要这样站住不得，这是地藏经的说法啊，但其他说的也差不多是这样。要稍微不要这样啊，不要这样生死生死，这个是啊，这个是命无间，所以这个是五无间事。一般我们讲的五无间呢，食无间、行无间、苦无间、果无间，又叫去果无间、命无间。那这个是五种无间。那一般我们讲的五无间业，是五业无间，造这五种业，造这五种恶业会堕入无间地狱。那这个是五事无间，是意思是说，所谓的无间是指这五件事无间。那这是不同的所谓五无间。五事无间是无间地狱，是指有哪五件事是没有间断的，没有差别的，没有停止的啊，就这样，这是五事无间，这个是五业无间啊，大概就是我们讲五无间的、啊、大概就分这两个。好，那这个无间地狱是八大地狱里面属于八大地狱里面的一种地狱啊，那像地藏经就特别把它说出来，它可以说是地狱中的地狱。那我们讲十八地狱嘛，八寒八热，然后油真、孤独。那油真地狱有十六个小地狱，十六个小地狱，那要不一样。那这个油真地狱是八大地狱受完之后，一定要再经过十六个小地狱，它是这样子的。十八地狱是这样。一般人我们很少探讨这一些的，因为有时候你仔细看那些写的文哦，有时候刚刚看到这文字就会感觉到害怕，就觉得哎，那怎么这么凄惨，这么可怜？一般是这样。一般是这样啊，十八地狱，十八地狱。八热地狱，八寒地狱，这个是禁鞭地狱，禁鞭就是油真，这是孤独地狱，孤独地狱。但是这八热地狱底下就是这个禁鞭地狱出来，啊，叫做油真地狱，啊，有四个。有四个禁鞭地狱，那这个禁鞭地狱底下它还会有名字，威和啊等禁鞭地狱。你只要从八大地狱出来，一定要再经过十六个小地狱啊，这十六个小地狱有四个，一定都有四个地狱，每一个地狱都有四个地狱。比如说无间地狱，第八个无间地狱。第一个等活地狱出来也是要经过这四个，都要，所以总共加起来，这里总共加起来有126个地狱，128个地狱，那每一个都有16个小地狱。好，那等一下再来看啊，先来看，那这里讲到八个，等活黑神众儿嚎叫大嚎叫，炎热极热跟无间，这些地狱有两个特点。一个都受着猛火的焚烧，即为烈火烧热的铜铁，所迫害。铁地、铁室、铁鏊，鏊就是那种锅子啊，烙饼的那种锅子。铁槽、铁山、铁绳、铁刀、铁碟、铁锥、铁串、铁炭、铁钉、铁钳、铁丸，这些火热的铜铁，种种方式来苦迫罪人。那这个《地藏经》里面讲的。有非常好，他说，各个狱中有百千种业道，他基本上是这样。他说各个狱中，每一个地狱里面很奇怪，都是这些铁，他们专门出产铁吗？你看，他各个狱中有百千种业道之气，有非常多。
这个基督教的定义哦，就没有那么复杂，它就是大火焚烧而已，文火。那我们的定义多的说的可多了啊。那么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像这种说铁刀、铁神，还有铁鸟，还有什么非常多。他说，无非是铜、是铁、是石、是铜这四种。喝下去的那种铜浆，是铜、是铁、是石，基本上就这四种，是火。那为什么都是这四种呢？难道没有其他的吗？此四种物是昼夜行感啊，这四种物，无非是铜、铁、石、火四种物。他的夜行所感的、感召的、感得的啦，受的果报，众夜行，夜行所感。啊，一般我们说的啊，造业的时候铁石心肠啊，所以就受这种铁石，是铁是石。那自然感召啊，这一种受这种的这种苦，所以啊，你看这铁钉、铁钳、铁丸，啊，有些描述的太详细了啊，就如果看到文字都会觉得起鸡毛疙瘩、鸡皮疙瘩了。好，第二个身体又大，寿命又长，那无间地狱寿长一终结，长，那所以。地狱最苦痛是不是求生不得，而是求死不能。所以所有的众生都怕死，只有地狱怕不死。所有的众生从天到畜生都怕死，都怕死，但是只有地狱怕不死。死多好啊，是没有办法死，死而风吹又生，死了之后风一吹又活起来，皮肤烂了之后风一吹又好起来，又开始烂。那无间地狱根本没有好起来的时候，都一直受苦。无间地狱更苦就是了。那所以六道里面，其他五道都怕死，就算一只蚂蚁它都怕死，但只有地狱怕不死，而且寿命非常长，寿命非常长，甚至最长的是在无间地狱里面，超过有些甚至超过。飞想飞飞想天八万大劫，那他这里讲一中劫，一中劫也不长，一中劫他说无间地狱的寿长一中劫，但是这个到底是怎么算的？那有一些算法不太一样。好，在业力没有尽以前，怎么也死不了。那你像无间地狱，我地藏经讲的，这个世界坏掉，世界成住坏空。终结是成住坏空嘛，那他就不只是一终结了，这是看一大劫是这样，一大劫是一个地球成一个星球成住坏，一个大劫是16亿年还是几亿年？一大劫是几亿年？一小劫是一千多万年，为什么？好像。1000多万年，这个是终结，成住坏空嘛。这个四个终结，一个大结。那你像无间地狱讲，此界坏时，寄生他界，坏的时候就没有了吗？就没有地球啦，所以他就寄生他界，他界坏时，复寄生他界，啊，就这样一直辗转相继，等到这个又扯来的时候又回来，啊，所以他。不只是一个终结哦，这几大劫都有，完，就是还回过头来啊，回到这个地狱来，所以他有时候不只是啊，有些是就是可能是几大劫也有，好，
所以他这里讲业力没有尽以前怎么也死不了，烧成灰也要火转过来，地心深处的无间阿比迪猛火燃烧，苦痛的破身，连一丝毫的间断都没有。所以地狱中的地狱，无间地狱，其他的地狱还有暂时休息的时候，无间地狱是没有，没有。一百千劫求出无期啊，就是这样。第二个禁边地狱啊，这个我们比较不知道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讲18个大地狱，16个小地狱。那这里只要是16个小地狱，我们来看，那其实它也是很苦的。禁边地狱也叫游真地狱，据舍论讲游真地狱，这是在八大地狱的附近边缘啊，这个叫禁边，是乐地狱的流泪。是八大地狱的，每一地狱有四门，每门有四地狱啊。他没有说，他说每一个大地狱都有四门，就是这个是八大地狱。八大地狱，你说等魔地狱出来，你地狱也会出来嘛？从等魔地狱出来有四个门，从无间地狱出来一样有四个门啊。那每一门出来又同样有四种地狱。所以就有16个地狱了，所以叫做16小地狱，基本上是这样。所以你今天看常常会看到16小地狱，那所以四门四门就有16个地狱，八大地狱都如此，就一门有16个小地狱，八个就128，每一个地狱底下都有16个小地狱嘛，那是这样。每一个大地狱，这个是大地狱，大地狱底下出来有四个门，这四个门底下又有四个门，又有四个，这个都是地狱的，底下都四个，那所以那有八个，我总共有八个，所以就8×6=48，8×1=128，128个小地狱。那其实是就是16个了，基本上是依这16个小地狱，那16个底下又有啊，所以就变成是128。那一般来讲就讲16个小地狱，所以八大地狱的众生受苦完了，从每一门出来啊，这个完了啊，他并不是就不受了。基本上如果你堕入地狱哦，像八大地狱出来之后要经过小地狱，小地狱完了之后还要经过，还要我们讲果报里面有所谓的花报、果报、花报跟什么鱼报，果报里面有这样果报，果报、花报、花报、鱼报，一般来讲啊，比如说提婆达多破和合身出国身选，全身溃烂，你说受果报没有？这个不是果报，这个是花报而已。果报在哪里？果报在地狱啊。所以经典里面常常会看到，此是花报，不是果报。果报在地狱，果报在三恶道。那地狱完了呢？如果你在无间地狱，无间地狱出来还有余报，余报很多，它还要经过。照理讲，你在无间地狱，那无间地狱已经受完果报啦。照理讲，应该不在地狱里面，没有，还有，就因为它是地狱中的地狱，八大地狱里面，然后它还要经过这个16小地狱。而且每一个都要受，每一个都要受。他不是说我经过其中一个就好了，没有，他四门是这样啊，从这一门，然后到这一门，然后经过这一关，好像过18铜人阵这样，一关一关过，过完了才能过下一关，就这样。那完了之后还没有，还有余报。他地狱无间之后，他无间地狱之后还有小地狱，
还有小地狱。小地狱完了之后，还有什么？他没有办法，就直接又说他要没有办法，还要做什么？还要做畜生报。畜生报之外，还有恶鬼报，还有鬼道的报。鬼道的完之后，啊，比如说做人，如果他杀生业重，还要短命多病。啊，如果是偷盗业重，还要贫穷卑贱。啊，要看他造了什么业。这个余报很久啊，就好像一次地震有很几百次的余震啊，类似像这样。那善业也这样，你说那么恐怖，善业也这样，恶业也这样。啊，你看有一些供养一个辟支佛，啊，这个几劫里面啊，那个余粮不尽，那一样道理啊。所以善恶业它基本上都有很强大的力量。那当然，它跟你的心有关系的。如果你过去曾经造过恶业，但是你会忏悔，那不断的造作善业，那么它这一些势力就渐渐减弱，渐渐减弱，渐渐减弱。如果你都没有后悔，没有惭愧，那么，那你造作时候的心，造作就是你造作之前的心，造作当时的心，造作之后的心，那么决定你这个业。尤其在造作当时，但是你做都已经做了怎么办？之后，它还是会改变。善业也这样，你做的时候很虔诚。可是做之后，布施之后后悔了，那个果报也会改变，也会改变。所以后悔不一定是好事，不一定是坏事。做善事后悔，它就不是好事；做恶事后悔，它就是好事。所以悔是不定业啊，不定。那你一直后悔，一直后悔也不是好事。那你没有去改变，但是一直在后悔，一直在后悔也不是。但是一定要做，就我们一定会造恶业，还是要有惭愧心。好，我们再往下看这个极尽边地狱。所以他这里讲，八大地狱的众生受苦完了，从每一门出来，又必然的，就一定会周遍游历这四地狱，从一个地狱进一个地狱，从一个地狱进一个地狱，从一处到一处，真受苦迫，所以叫做游证。游就是游历。你要游历这四地狱，而且一次比一次苦，所以叫做游证。那禁边是因为它就在八大地狱旁边，因为八大地狱出来，每一个大地狱出来，八大地狱不是每一个都要进去的，就是你在八大地狱的哪一个大地狱。但是游证地狱是每一个都要去的，还是不一样。那我们再来看游证地狱里面也有这个四个门。就一出来有四个门，啊，主要有四个门，一个叫做坛尾，啊，这是火热的灰坑，啊，但这里没有描写，啊，那我们了解一下这是什么地狱，坛尾地狱，第一个，这游真地狱的第一个坛尾，那坛尾是什么？火热的灰啦，热灰叫做坛尾，啊，就火热的灰坑。他是怎么描写的呢？他说：“热灰莫惜。”我们稍微看一下他的形容，这个看起来没有那么苦了。八大地狱里面就更苦，他盖到膝盖而已了。热灰莫惜，皮肉焦烂。这跟无间地狱里面那个全身都烂的不一样了。皮肉焦烂，那举足还生，意思就是啊，全面都是热灰，你踏进去，踏到膝盖这里，全部都烂掉。你脚伸起来又好了，可是你不能一直伸起来，你一定要一只脚躺下去啊。那你又要踏，就这样要走啊。就一直这样，一直痛苦，一直痛苦，啊，这个是坛尾地狱。那第二个尸粪，啊，尸粪地狱，粪泥坑，第二个是尸粪，
这里讲的私分，私分是怎么样呢？私分它是手足没入一片私分林中，这是头啦，跟脚啊都埋在啊私分林中，一片尸体的粪跟粪的这个泥中，尸粪泥中啊。他说这个尸粪地有类似粪居的利嘴虫啊，利嘴啊，前面那个字叫做嘴，其实就是嘴了。那手足头跟脚，这整个人啊，整个人都没入这个尸粪泥中，有毒蜂。他说有一种虫，这个不一样啊。那第三个，他是有黑狗的，那有毒蜂，这个毒蜂叫做什么？娘，它有一个名字，娘举炸，罗炸的，罗刹的，罗刹的炸，娘举炸，有这种娘举炸的毒蜂。穿皮入肉，他说口如风针，他嘴巴就像蜜蜂的那个针一样，穿皮入肉，破骨食髓，这有一点像食人鱼啊，这一只游进去啊，它进那个皮，这咬到没有了，穿皮入肉，破骨食髓。这个是描写这个地狱的。骨髓的髓。那第三个，这游证地狱的第三个，风刃，这风刃有三个，风刃。啊，这个广论叫做利刀，啊，锋刃啊，就是很锋利的这个刀了。那锋刃底下有三个：刀刃、入剑、叶鳞跟铁刺鳞。它有三个，一个叫做刀刃入，刀刃入是下足之时。筋肉消烂，应该要写在这里。刀刃、锋刃有三个，第一个，这个刀刃路，你必须要走这一条路。那他说，你走的时候下足之时。都是刀了啊，所以踏进去，筋皮消烂，筋皮消烂。举足还屋啊，但是等你脚要举起来的时候，那又好了，烂得很快，好的也很快。但是一直就这样，一直就这样，这个才是痛苦。啊，第二个是剑叶鳞，剑叶鳞就是啊，这个树林里面都是树叶，都好像剑一样。那你一定要经过这个森林，这个是路，剑叶鳞，你一定要走这条路。你一定要经过这个森林，他说这里有恶果，他说才坐树下，你想一想啊，经过这个道的路，经过森林里面啊，然后你才坐在树下，那么剑叶吹落，这叶子被风吹落，
见业缺漏，浊劫之劫，就把你的身体都砍到一节一节的。愿即倒地，黑狗啖死。啊，你就倒在地上，这个罪人就倒在地上，一倒在地上就有黑狗来吃。啊，黑狗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就跑来吃了。黑狗，啊，所以他说这里有黑狗，有恶狗。这个像这个地狱里面，啊，这些都是视线的狗啦、鸟啦。极乐世界的鸟啦，一般一样啊，都是业感视线的。第三个啊，刀刃入剑叶林，还有一个是铁刺林。铁刺林，这个铁刺林是怎样呢？他说这个罪人苦逼啊，这个受苦的人啊，因为痛苦的原因啊，逼迫。那么欲上树或下树啊，要爬上树或下树，要从树上下来，或是要从地上爬上去，枝枝铁刺，都是刺的。上下交织，都刺进去我们的身体里面，上下交织，贯穿全身。那这个这里有一种鸟啊，他说有铁嘴的大鸟，铁嘴有铁嘴的大鸟，探左眼目心肝而死，有铁嘴鸟。啊，所以这里有铁嘴鸟，这里有黑狗，前面有毒蜂，有铁嘴鸟，左眼目心肝去吃。这个是风刃，然后第四个还有一个灰盒，这是四个油针地狱里面第四个是灰盒，无期盒的，是什么？无期盒，灰盒是这个，无期盒，无期盒是什么呢？无期盒，他说这个是沸热的灰水。落在里面，如油锅中煎豆一样，它是这样。广大，这个河很大，啊，因为你要从一门进一门嘛，它是一个一个都要经历的哦。广大河中，啊，沸水涌腾。沸水涌腾，莫逆其间，维护坚主。你就现在这个，现在这个河里面，啊，维护坚主，一次一次的，在这个水里面受到坚主，大概是这样。这第一个要先经过这个热灰，走啊，就进到这个粪泥坑里面，然后有毒蜂，然后再经过啊这三个里面，啊，走条这条路，经过一个森林，啊，经过这个铁刺林，然后最后再倒到河里面，然后进到这个河差不多要走出去了，底下还有这个小丁。每一个底面还有底小地狱，他走完大概就走出去了，就走出地狱了。他一定要走很久，就很辛苦。
因为受苦的时间都比较长，受苦的时间都比较长。好，那大概是这样的。那第三个是八寒地狱，八寒地狱基本上就是寒冷而已。那当然它也很多形容词。那他说，或说八大地狱从地球中心横去到外边，或说在铁围山的那一边。所以他这里讲啊，有些是两大铁围山之间的、啊，这个是最常说的说法。铁围山为这一个世界地球的边缘，据说是日月所不易照到的，寒冷无比。那所以推断八寒第一在南北极，大概是不会错的。那其实这个是业果感召的，在哪里其实都没有关系，但是它就自然会那种业。就算不是在南北极，一样会受那种业。你看我们有些人哦，看着是人或是畜生，看着就像受地狱的业一样，看起来就像受地狱的业，他就一直被监禁在那里，或是一直被陷在屎粪里，或是被一直那种身体一种有一种被刺，反正就类似像这样。那八寒地狱啊，这个刨裂。蝎蛰扎啊，和合环，这个都是音译的。五虎环，那青眼、红眼、大红眼，啊，一皮肤的破裂情形，寿命也是极长，所以也是苦痛不堪。这里有举一个地狱的记啊，无比严寒，清骨力，片身战力战而缩躯，百袍起裂，生蛛虫，绝抓子髓，水凝滴。寒破此战毛法术，眼耳喉等吸寒逼，身心中间极门逼，住寒地狱苦最极。这个八寒地狱基本上就是冷了，冷到皮肤裂掉出血啊，这里都没有的。好，那有各式各样的，而且还一样有虫哦，一样有虫在吃。第四个啊，比较特别的，孤独地狱啊，孤独地狱。不在地底下，也不在高山上，它就在人间。我们来看，那这个是有形，这是一般经典都有讲到。他说，这是人间地狱，或在深山，或在海岛，或在旷野，或在森林，到处都有。孤独地狱是唯一，到处都有的，深山啊，海边啊，不一定。那。一般来讲是山间旷野，或是森林里面，树林里面都有孤独地狱，甚至有的时候是在空中，所以唯一不在地底下的，没有讲到在地底下就是孤独地狱。好，那么这不是众多合集在一起，因为所有的地狱都很多，有很多众生，都非常的多。但是只有孤独地狱没有人，几万里到处看不到一个生物，看不到一个人。他说是少数莫一莫二的众生，由于个别的毅力感到这地狱一般的苦报，所以叫孤独。他没有受过，他没有像那些地狱受很重重的苦，他唯一的苦就是，但这个也很恐怖，这个非常恐怖。你怎么找不到人，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那种是极大的心的苦。那么他说，最近报载台湾某处，有一个父亲虐待他的孙女，关闭在无空气、无阳光的暗室中，食不能饱，衣不蔽然，整整15年，还是小孩子。这个美国也很多，美国很多这种，都被关起来，然后有好几个都关在一起的，也有单独的锁起来。那像那种动物也是这样，都被关在一个地方。然后铁链锁住，然后像台湾的黑熊，有些抽熊胆的，关在那里，那动都不能动，然后就一直抽他的胆，那个就像地狱一样的，天天抽他的胆汁。但是地狱比这个更苦了。他说，这个不但面无血色，皮肤浮肿，简直不像人样，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
在这光天化日、繁荣热闹的所在，闹热一般是热闹，闹热是早期的说法，老人。那么会有深受这样苦报的人存在，这应该是近于哺乳低，还没有，还不是哺乳低，这个还是人，但是有类似第一的果报。那孤独第一是这样啊，你几万年的时间，你没有一个生物在你身边，你怎么找不到，怎么找不到人啊？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你的旁边有人跟你一起受苦，你至少还感觉到啊有伴啊，而且他不是一天两天，他几万年的时间，你就是没有人，你就是孤独一个人，这个是。这种地狱其实是那种心的那种地狱，那其他的都是身体在受苦，苦痛苦痛，那种是辛苦，心的苦，啊，几万年了，都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也看不到一个跟你一样的，没有，啊，这个其实是很苦的，这孤独地狱，啊，我是觉得孤独地狱比较恐怖的，啊，孤独地狱比无间地狱更恐怖。这四类十八地狱。是诸受苦的一切众生中最极苦痛的地方，在没有解脱生死以前，每一个人都有堕落的可能性。那时候那么恐怖，如果你有正见真善，你就不会堕三恶道，不要说不会堕地狱，恶鬼畜生也不会。那极乐世界四十八页第一条，我的世界没有三恶道。第二条，从我这个极乐世界出去之后，不会堕三恶道。为什么？正见真善。你常常在念佛、念法、念僧，常常修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怎么你就不会了？你就不会。你虽然过去有恶业，不会成熟，而且你一直善业做的比恶业多，善业都是比恶业长。业果两个理论，一个，第二个就是要成熟才受报，哪一个先成熟，哪一个先受报。你一直让你的善业先成熟，所以你就不用担心，是学佛就有这个好处啊，你不用担心堕三恶道，你一直让你的善业先成熟，好。所以啊，他说没有解脱生死以前，人人有此堕落的可能性，应该生大部位勿作恶业，就是你要知道，所以不要造作大的恶业。《地藏经》最主要的就是告诉大家什么样的恶业。会受什么样的苦？其实它是因果经嘛，它重点是在讲因果。那么劝人家不要堕地狱，所以《地藏经》，地藏菩萨不是进去地狱把人超度出来，不是。《地藏经》的目的不是告诉你怎么样度地狱的众生，地狱的众生怎么样送《地藏经》给地狱的众生让他出来，不是。《地藏经》的目的是告诉人家不要造地狱的业，其实是这样。并不是说啊去地狱里面把人救出来，不是，最重要是让人怎么样不堕入地狱，人怎样可以不堕入地狱？你要知道这个照这样的会堕地狱，你才会不堕地狱啊。就好像说，你知道吃这种东西会得什么病，你知道了这个病有多苦，你知道啊这个不能吃，你就不会去吃了，类似像这样。那你不知道有的人犯罪有两种嘛，一种是因为无知嘛，一种是因为无力。无知就是你不知道这样做是会堕地狱的，你不知道地狱有这么苦的，一般人不知道，所以他就做了，不知道吃这个东西这么严重，他就吃了，吃了累积之后他就受苦了，那所以这是第一个，是因为无力而犯罪。我知道了，但是我知道的不很多，那我也想不做，可是我没办法，我控制不了自己。那你控制不了自己，两种原因嘛，一个就是你的烦恼重。然后你的心力弱嘛，那心力弱就是你的善业不强，你的善业不强，你的善缘不够嘛，所以你烦恼重，所以你的善业不强，所以你烦恼重，烦恼所主导嘛，你的善心不强嘛，那没有善缘嘛，所以你没有办法，就很多事情你被逼迫去做，或是你不想做，但是你最后还是做了，那个就是你的善力不够，善缘不够，善心不够。那所以这个时候，你只要常常学佛、念佛啊，然后你常常造善业，那么他就你的善心、善愿作为主导，你就不容易。即使你有烦恼，他
它不容易成为主要的力量。那所以我们只要常常保持我们学佛的这种共力，听法的这种共力，那么常常起这个善心，造这个善业，你不用担心，其实不用太担心。好，因为时间到，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好，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